那你要干什么？好像一个航空城哦。航空城。对呀、啊，是邪恶大魔王的地方吗？大型无敌大楼，那是什么地方？是妈妈住的地方吗？不是，是我们这个。我们这一家？不是。嗯，啊，你的猴子还在地上翘屁股翘起来。翘屁。他这样。他为什么在地上翘屁股？他要等你帮他擦屁股。那巧虎也等你帮他擦屁股。快点啊！赶快帮他擦屁股。什么这是超级糖果。你在做什么呢？扑通一声，扑通两声，快点擦屁股。弟弟要吃巧克力口味的吗？什么口味？巧克力啊、不要，是什么？很多人可想给你擦屁股哎。是哦。对啊，你要唱歌啊。不用了。你要唱，快来擦屁股。路太远，太臭了。这样擦屁股。人家在帮你擦屁股的啦。我飞太远，和你做鬼脸，我却没有极限。看这里还可以放这个，不要。哇哇！你看，你看它高速旋转。你的城堡还要放蛇啊？你的城堡还有蛇啊！这蛇在跟那个猴子打架。超超级巧虎化！超级巧虎。我要吃一个巧克力口味。不要，我不要吃。啊？我不要吃铁金刚。哇，钢铁人也要来城堡里面住了。我要来这里打架。你要转过来给我看一下，钢铁人在打蛇啊。嗯。蛇打，把蛇坏了，蛇死掉，把蛇死掉，打那个蛇坏。
始。嗯。他坐在桥上，他坐在台舞上。嗯。摩天大楼。Thank you.